闽南话，体应该怎样讲，怎样写？呱，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提拿，用手勾抓住物品的把手，或是用手下垂提取东西。我手要来无够，挂袂起来。我手掌的握力不够，提不起来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